有没有人要发问今天的问题？你那个声音要调大一点。你要打开，可以自己把麦克风打开。线上的，然后呢，可以自己麦克风打开。哎，老师，哎，听不到吗？喂，听得到。哎，老师，我问一下，这个路冲是以整栋房子的宽度与那个道路宽比，还是说以我自己这一间的店面的宽度跟整个路面的比来认定它是不是路冲？没有，路冲当然就是这样嘛。比如说你的房子。你其中你是这一间啊，这一间来讲，那这一间是不是又划三等份嘛？那你路冲，看你冲到哪里，比如说冲到中间，那就是258房有问题嘛？我是问的是那个路冲跟明堂，路冲跟明堂认定？对啊，平常的地啊都一样啊。就是如果不是说那个是，比如是路面是我房子的两三倍就。做明堂论吗？然后他这个 那叫明堂。喂，如果有三倍的宽度，那就是明堂了。那这个宽是以我这间店面宽度两三倍，还是以我整栋房子的两三倍？没有了，就是你的店面了，就是你的范围之内了。比如说你的范围就是这里而已啊。但是明堂如果以现在的三年九运的来讲，如果又是六七八九，就是朝前呐，朝对。或者朝艮或者朝离哈，这个就刚好它是明堂，又是接到六七八九的气，那代表这间房子是可以发财的，可以赚钱的。那如果说这个明堂，但是它是面对的是一二三四，就是一坎二坤三震四巽，那就是不对的气，就是代表虽然明堂漂亮，但是因为它的来气是退气，所以代表这间店面。可能也没办法赚到很多钱，那就要改变内局了。内局就是我们还没讲嘛，理气我们就下一次再讲，再来如何改变内局 来抵消这个缺点。那比如说我这房子独栋的旁边也是并排的几个独栋，那这样子它算我的龙虎吗？没有连在一起的，因为你前面举例都是 连在一起的，一排一排过去。没有听清楚的，哎，空山，就是我左右两边都是独栋的，都一座都没有连在一起的，这个它算我的龙府吗？没有，如果你是马路的话，很宽的马路，那就代表断掉嘛。不是马路，比如就一个通道，小通道这样子。哦，那影响就没那么严重了。如果它是车子在走动，那叫做断掉了。那如果说它是。没有什么人在走道，像防火巷之类的，那影响就不会太严重。那也做龙边或者虎边论吗？对啊，你如果说这边有三间房子，那、啊、这边也有三间，那这边有黏住啊，这边刚好有一个小的那个防火巷，那就等于是虎边抢了嘛，啊龙边有断，但是龙边旁边又有，那代表。短期间住进来的一年里面助力不大，但是第二年以后就好比较好转了，但是到第四年一四七年的时候是比较不好的，该三年了。哦，好，谢谢。老师，我想请问一下如果说在办公室的那个办公桌。没有办法做那个龙过堂，那有什么可以补救的方式？那就弄高一点了，譬如说荧光幕，你有电脑的话，就把荧光幕放在左边，就是等于龙高于虎就好了。因为有一些那如果左边的话是刚好客人一定要坐的地方，你没有办法把它放高，就是你龙边没办法放高，那你可以怎么办？哦，那你如果左边又是客人在走动，那就代表龙动啊，龙本来不能动啊。那你又左边你的桌子左边又不能放高，那我也不知道怎么办呢、啊。因为我们能解的就是这样，那你要想办法，因为你想要用阳宅的方式来改变，你就要符合这样的一个理论嘛，就是龙边一定要高，
或者溶过糖，或者是溶不能动，溶不能动，对吗？那你如果说溶动，然后溶边又没有任何的高的、啊、那个什么贵人在旁边，那代表你所迎来的这些客人几乎都是要来要你钱的啊，你要赚他的钱，反而被他赚走了、啊。那老师，你说刚刚说最后那个放龙啊，如果说我在左边放一个龙，这样子会有没有帮助？那多多少少有一点帮助的，多多少少。好、哦，谢谢。桌子转向了。他说他都完全不能动的状态下，这个就麻烦了。那就变成如果完全都不能动，你现在只能放一只小龙在左边，但是你的左边看是什么方位，你要买的那个材质不能跟你的方位又相克哦。譬如说你的左边是西边，西边是不是属金？你的买的龙，你要买一只真的啊图腾的龙的艺术品，你就不能买木头做的，你能买石头做的，石头做的陶土的啦，陶土的叫做土嘛，土来生西边的金是 OK 的。所以你要考虑到我们所教过的五行的相生相克的概念。好，谢谢老师。啊，再没有办法，我们到最后再来讲一个如何应用刚刚我所想的八字穿衣风水的一个概念，让你的办公椅当客人来的时候，在某一个月份，你的椅背都要朝哪一个方向？下完班了，你就把椅子的椅背朝向哪一个方位来吸纳那一个月的财气？啊，这个是属于八字风水。用八字来断风水的那个课来补强你现在的这个情况。